我相信身边很少有人会用这么厚、这么扎实的一个年度的笔记本，然后一次用五年的，所以拿出来的时候也会有一种这个优越感。小时候当然会喜欢买一些五颜六色的啊，然后里面有很多机关啊，可能还插了笔啊什么的。可是现在就觉得务实蛮重要的。那外形它是非常简约，它其实就是法国的品牌的设计，所以它就是非常的直式跟传统。但是因为格子很大，所以对我来讲就比较方便。我不太像女生哈，就那种哇小小的这样子，那有点娘这样子。这大大的一本，我又觉得它设计很大气。最特别的是，每次我拿出来的时候，大家都会吓一跳，说：“啊，你可以这样挡哎哦，这些没安到赢了呢。”可是对我来讲，就是哎，这一次可以用五年呢。那某种程度上，它就是一种我的 style 嘛，对，就是我觉得实用，然后耐用，好像在这个笔记本这件事情上面是比较摆在前面。